我这儿忽然看到台阶下面这儿有一个浴室。哦，这边是女的进去的，这边是男的。哎，我们过来看看。土耳其语啊，鸳鸯叉呀，鸳鸯叉，我爱你呀，你爱我。知道这首歌的人应该年纪都不小了啊。当时非常有名的一部片子《虎口脱险》。这样的一个浴室，我们进来看一眼。哦，这里面票吗 ？Hello， open， open， 啊 ，open。刚刚啊，我进去问了一下，说是145包括全套，洗头啊，洗澡啊，包括按摩呀、搓澡呀，全部都在一块儿。那145的话，相当于也就70多块钱人民币。然后我问他，我说能拍吗？他说你别拍到人就能拍。那我说现在里边有人吗？他说有一个哥们儿在洗呢。他说你别拍到他就行。行，那我给你们去拍一拍啊，看看这个土耳其浴室里面到底是怎么样的。现在进去，哎，是不是这哥们儿出来了呀？啊，这个就是土耳其浴室。哦 ，wait a minute， take money。OK。啊，叫我到这个小屋子里来换衣服。Change your clothes room. Change your clothes room. Everything take off. Only use towel. This. Change. Everything. Put this here. Go outside. Lock the door. Key you. Okay. And then. Okay. Okay. Do you understand me? Okay. Sorry. Do you understand me?I know, I know. Okay. Yeah, thank you. 好了，换好了，啊，就换了那么一块布，啊，我们就出去了。我就跟着这哥们儿往这儿走。Inside is you can go to first sauna. Only please wait 10 minutes or 20 minutes. Only please wait, and then man inside is you come. Okay. Healing and then soap massage.And then yourself, bath, shower, sauna, finish yourself, morning meet, okay? Okay, yeah. Open the door, go inside. Okay. 啊，进来这么个屋子，然后这边就是洗手间啊，然后可以 open the door， 让我开门进去。Okay. 哇，两头门啊！哇。哦。这个就是。已经有300多年历史的一个土耳其浴，然后让我们就在这儿先洗澡，一个一个包间的，可以在这个包间里面先冲，拿这个碗，然后往身上冲。行了，那我现在不录了啊，我就先冲了。哥们儿怎么洗着洗着在这个板子上睡觉了呀？冲完了，我到旁边去蒸个桑拿。他这儿有个桑拿房。哎呦，哇，好热啊！这个房间，哇，一股橡木的味道，就是这样的一个桑拿房。哇，真的是，分钟，哇，出的这个汗啊，光子光子光子的出汗。刚蒸了一会儿，这哥们让我到这儿来按摩了，就那么个上面去躺着是吧？这边开始给我冲水，妈，这个水的我下个躺在案板上了，是吧？不说了，唱歌边拿了一个沙皮一样的东西在我身上打，哎呦，还哼歌呢，我要跟他接个头。给我身上，你看搓出来啥玩意儿？怎么那么多？哎呦，我的个天哪！我都不好意思看了。哇哇，他一搓就出这个，有点疼。他这个就像个沙皮纸，你知道吗？哦，脸上也还在擦。哎呀，好臭啊！擦的我，哎呦。冲水。哎呀，好怕。好了，现在趴过来了。他过来了，接着给我搓。他还搓得挺开心的，还在那儿哼哼。哎呀，我是搓的，我有啊，还在打人呢，我去。
shower, shower, give me shower. Ah, shower, okay. 冲水！赶紧冲，赶紧冲！哇！哦，好烫啊！这个水比我刚才烫的那个烫多了，哎呦，爽了！哎，这个舒服，哎，这个真舒服。它那个布袋子里面大概装的水，特别舒服。这里面是啥肥皂？我感觉是，我看不到。哦，对，肥皂，还给我打肥皂的。难怪啊，你说那个什么埃及艳后什么是吧？就建个大澡堂子，舒服啊，是舒服啊，对不对？啊！我操！哦，我怎么，我以为他要走。按摩，哎呦，真舒服！啊，洗头，哎呦，把这个拿掉。哎呀，他给我头上弄啥玩意儿了？对。哎，有人伺候洗澡，我8岁以后就没人伺候我洗过澡。哎呀，今天又真的是这个大保健找了个秃头给我做了个大保健，我的去啊！哇，嘿，一嘴的肥皂，啊啊，嘿，看出去又翻过来了。又翻过来了，哇！他给我弄肥皂泡，哎呦，这个真带劲了，哎呀！你看这个肥皂给我打的，哎呦，哎呀，我了个去！不冷水，不冷水。出来了，呀，这张 please 啊，还要来啊？擦干都是他们帮我擦的，哦，他还帮我擦干呢。哦呦，打人呢，要靠，又打，他们喜欢揍人，我觉得。呀。Where are you from? China. China. Very nice. Turkish chin. Ah, chin. Oh, Turkish. Aslan, Aslan. Ah, Aslan, Aslan. Wow.哇哦哦哇哦哇哦 ！Yes, Aslan, 这是 Aslan。哎呦 ，good。哎呀，Turkish hammam, very good. Very good. Do you like it? Like it, like it, like it. Very like it, very like it. Yeah. 哎呀，我那个天啊！擦我的脸，擦我的脸，嗯。哦，异域风情啦！OK， finish one minute， 还有 one minute， 不知道 one minute。Body water is finished. Uh-huh. This is new. Look. 哦，还含一瓶水，他怕我在里面就太热了，然后把水分蒸发的太多，所以他给我一瓶水。OK， thank you. 服务是真好啊！好的吧，好了，服务。要了，冰水。Yeah. Okay, thank you. Okay. Finish? Yes, finish. Okay. 啊，终于结束了，我换衣服了。洗完了，你们是不是觉得我白了好几个色度是吧？刚才搓下来的那个呀，真的是我看到那个床上的那黑压压的一片。哎呀，我心里就在想，我黑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洗干净了可能就白了，是吧？他说我还更黑啊！我真觉得你白了一点，真白了吗？啊，吓白的吧？啊，把揍人，他们里边啪啪啪的打，哎呦！
回去啊！我人都一下子轻了3斤，洗下来的那个东西起码有3斤重。整个藏红花城就我一个人穿短袖，洗了个澡出来，这个人真的是热的嘞。哎呀，回酒店我要去舒舒服服再去睡一会儿。各位啊，告诉你们啊，如果你们有机会到土耳其来，特别是到这个藏红花小城来，一定要来洗一个这个土耳其浴，真的很舒服。你就想啊，这个浴室是开在1645年，1645年是什么时候呢？1645年在中国是顺治2年，顺治2年那时候就是说，顺治皇帝打到南京，然后把李自成赶出去，然后让南京人民10天之内要留那个我们清宫戏里老看到的那一根辫子，让他们剃发。哎，是那个时候。中国是顺治2年，也就是说明末清初。然后欧洲呢，那时候正好是那个宗教的大战争的时候，然后英国那时候正在爆发大瘟疫。让你去想想藏红花城那时候这个地方，藏红花城啊，他们就已经在这儿三温暖了，已经在这个地方大保健了，你说是吧？所以的话，你们来这儿，你们去体验一下，看一个300多年前的一个浴室，然后他们用这种古法的方式把你噼里啪啦揍一顿啊，然后给你搓个澡，是一个很别样的体验。